愿你能理解师父对你的一番苦心啊。怎么还不下雨呢？阿弥陀佛，快下雨吧！咦，哎，师傅，雨来了！啊，快，快点！师傅，雨来喽！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！啊！帝都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他走了。雨没接到，大澡盆也摔坏了，日后可怎么洗澡啊？没水要澡盆干嘛？不干不净，不生毛病。